魔游新生。有位和尚，每次入定都遇到一只大蜘蛛来跟他捣蛋。我一入定，大蜘蛛就出现了，无论我怎么赶它，它也不走。下一次你入定的时候拿一支笔，如果蜘蛛再来，你就在它的肚子画一个圈圈做记号，看看它是何方的怪物。是。和尚照办了，当他在蜘蛛的肚子上画了圈圈后，蜘蛛就走了，他也安然入定。待出定一看，赫然发现那个圈圈在他自己的肚上。人生中往往会遭遇到很多的困扰与烦恼，其中最大的困扰往往是来自于自己。